Hello，Hello，hello， 那我们就试试看录影，然后来看一下可以练习到什么东西。这样，那我想要先看讲义的狂练风琴的那个练习十二。好，那音档我们先稍微听一下，好了，这首歌听起来会像这样。大概会像这样。那我们先稍微讨论一下它的一些，主要这边其实这一章节主要是要练习拨弦。那有一些基本的拨弦方法，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弹吉他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八分音符，好，或者是16分音符。那其实 稍微。之前没有很仔细的稍微讲过，那原唱16分音符就是要把一拍四等份。那四等份我们如果要弹比较快的话呢，我们就会是用交替拨弦，就是下上下上。好，那所以我现在白板上画的这个符号啊，m 就是往下拨，然后 v 就是往上拨，然后好，所以我可以把一拍里面呢分成四等份，分成下上下上。那请你先跟着做做看哦，我们先弹第一条弦。好，第一条弦空弦。好，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就是拨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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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会希望你在自己在可以稍微彩拍一下。好，所以我们如果是一拍四下的话，会是一二三四。每一条弦都可以试试看，第二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到第三弦。到第四弦，好，下上下好，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啊，其实不会说全部都是一种。因为它可能会有八分，然后可能会有16分，所以如果是八分的话呢，如果你去对齐16分音符，它其实就是在这16分这四个的一跟三，好，所以八分音符的话，它其实会是希望你是弹下下。好，那我现在写一个练习给你哦，第一个练习的话呢，就是都是八分，那我希望你做的就是，我写么。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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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练习的话呢，就是下下下下，然后交替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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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个练习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混在一起。我们弹一个八分，然后16分，然后八分，然后16分，所以就变成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上，这样子。Thank you.
看得到吗？好，往旁边一点，这样。所以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哈。所以如果我从第一个开始弹的话，我们就弹第一条弦。好，所以练习一的话呢，如果拍子速度是一、二、三、四的话，我们弹的是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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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发现我练习一的最后一个写错。这样才对。好，我们练习再一次哦。好，所以我们要弹下下下下五六七八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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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第一个练习。好，那如果是练习二的话，它会是第一拍是下下八分音符，然后第二拍下下。八分音符，然后第三拍的话就是十六分音符，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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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练习二。首先示范一次哦，它会是像这样：一、二，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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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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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练习二，八分混十六分音符。好，那再来练习三的话呢，就是先八分音符。然后再十六分音符，再八分音符，再十六分音符。所以练习三的话，听起来会是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上。那我们做一次看看，五六七八，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上。好，那我现在每一个呢，我们都做四次，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就换下一个。那我们试试看哦，从练习一开始，再挪一下位置。好，准备哦，练习我们做四次哈、哦，五六七八，下下下下下下，这样一次。第二小节二三四，第三小节一二三四，然后第四次一。是练习一，那练习二我们也做四次试试看。好，练习二的话呢，会是下下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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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练习二准备哦，五六五六，练习二下下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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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来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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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来。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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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来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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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最后是练习三。练习三的话，我们要做的是八分跟十六分音符的交替。那所以练习三听起来会是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上。好，那我们试一次看看哦，五六七八，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上，第二次，第三次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上，第四次。好，那这个是就是最基本的十六分音符跟八分音符的交替。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狂练风琴讲义》的第一行。那你会发现那个九跟十，好，一开始的第九个跟第十个，这个是八分音符，所以它就是只有下下。好，所以拨弦的记号呢，它都写在上面了。有看到九跟十上面是么么。然后十二格是么么，然后十二连续四次下上下上。那接下来第三拍的那个斜线呢、啊，表示重复一拍，所以你要再重复再做一次十二格，然后第十格跟第十二。好，那我从头做第一个小节哈，九十十二十二十二四下重复一次十十二。那这边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右手，因为我们这边主要练习就是有点像竖弹的感觉，所以我要练习的是下下下上
sorry， 我刚念错，再一次哈，下下下下交替拨弦，下上下上，十十二的时候换无名指、食指跟无名指。好，然后接下来是第二个小节，十三个的话，我就换指过来用小指。好，所以接着第二小节哦，十三十三，这里是下下，然后第二拍下上下上。然后第三拍一样重复一次，下上下上，然后第四拍是十二十三，好，然后再来第三个小节，第十个的话我就用食指，好，然后再做一次第三个小节，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小节哈，十十十二十四下哈，十十十四下，然后重复一次，然后十三十。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换行哦。第二行的头，第二行的头的话呢，我是用十二格开始。好，这样就完成了四个小节。好，那如果你稍微仔细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到第四小节之后啊，其实后面这边就是重复的了。有看到就是第五个小节。这边其实跟第一小节是一样的，就整个就是重复。好，那所以如果我加上音符的话，我们先从头唱一次，它从头的话应该是第九格，应该是升收，收啦，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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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食指稍微往下移动，啦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然后十二十三七哆 ，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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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然后是三十哆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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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do， 然后再就重复，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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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西，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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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哆，下一行 ，re。好，然后最后十二的地方，它做了一个滑出。好，那这是 A 段的部分。那这边比较不太一样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一开始这个收拉。哦，你会发现，哎，其实应该第八格这个音才是 G， 才是收的音。可是第九格的话，这个应该会是升收。那为什么会跑出一个升收出来呢？这是因为啊。这个练习它用的是所谓的和声小音阶，或者是和声小调，和声小音阶。那小音阶其实比较麻烦，小音阶其实有三种变化型，有所谓的自然小音阶，然后和声小音阶跟旋律小音阶。好，那我们大概记的公式是这样。就自然小音阶其实相较于自然大调的话呢，它应该是全、半、全、全、半、全、全。那如果你拿 A 当头下去算的话呢，它会刚好是没有任何升降记号，会刚好跟 C 大调一样，所以也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会用大调去推算，因为这样好像比较简单一点。哦，可是实际上如果你要学到比较细的话，你应该是要把小调甚至调式通通都要分开去记忆这样子。好，那总之呢，如果你从 A 开始全半全全半全全，就刚好会是完全没有升降记号。好，那所以如果我用简谱或者是我们叫所谓的formula 方程式去写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一二降三四五，然后降六音，然后降七音，好，然后再最后再回到第一个音这样子。好，那和声小音阶的话呢，就是把它第七个音升高半音，好，本来降六哦，那我现在第七个音要还原回来，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会变成 A B 这边不变 ，C D E F。然后到第七个音原本是 G 的时候呢，我就要升高半音，
变成升 G， 好，再回到 A。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会让导音的移动，就是回到那个主音，听起来会比较强烈。那如果你是正原本的 Sol， 听起来就会没有那么强烈。好，那因为这部分牵涉到乐理，稍微比较难一点点，所以我们可能以后有机会再做解释。好，反正这个练习一开始用的是和声小音阶的部分。好，那所以我们回到讲义，稍微再看一下。那所以我现在把一个每一个小节都稍微读一次给大家稍微听一下。所以一开始的第九格的话，这是升收拉，然后十二格的话呢，我会唱作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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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因为怕大家混淆，所以我就没有念相对音，我就是用升 G A B， 那我就是唱绝对的，所以就会是升收拉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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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十指一下来。第十个拉西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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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十二个无名指西哆小指到第三小节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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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然后呢小指哆 re， 这边右手注意都还是下下哦。第二行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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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哆，第二行的第二个小节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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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西，然后第三个小节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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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十二个西哆，然后下一行换行，好，第三行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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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然后小指食指哆 re 咪咪。最后滑出，好，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到超级难，可是可能会需要做两到三次。就是第一个就是指序，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上面乐谱上面的那个指法，然后再来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我唱的音，好，所以嗦拉西，然后呢拉西哆，然后西哆瑞，然后哆瑞咪。那如果你可以熟练这个，其实你在很多歌里面都可以听得到，比如说像路政曲，好，不过它当然不是这个调，不过大概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趋近它，就是我可以用两弦哈，好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子，好。那因为是录影，所以我就稍微走快一点点。如果你们对 A 段有问题的话，可以稍微回放，然后多做几次。那我先把 A 段跟着音乐完整的再弹一次。那因为这速度蛮快的，所以我就先用我弹两次好了。第一次会用 0.5 倍速，好，这 0.5 倍速会超级慢的。好，那我们试试看看哦。好，这是 A 段，准备哦，五、六、七，进来，嗦拉西，换指拉西，哆哆。做一次，这次我把速度稍微加快，加到 0.75。好，所以第一个是哆啦。Sorry， 我算错速度了，这段可以剪掉重来吗？不行，好，弹错就弹错了，搁一遍。我在想什么？我要想八分，所以是嗦啦西西西。好，所以它速度蛮快的，所以它是一二三四，
1 2 3 so。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B 段。B 段的话是算蛮常见的那种，就是单弦连续弹的弹法。其实，在很多早期的摇滚乐里面，你都可以听到这种，比如说像 AC/DC 的，它就会有一些，不过是江锤勾弦。看一下我的分镜哦。哦，像 AC/DC 的话，它就会有一些也是单一弦，然后加上锤勾弦。好，要爆波都可以，或者是会有很多那种，好像萧敬腾有一些歌吧，好像《狂想曲》，好，就类似这种选方法，所以十六分音符一定要先练好，就是。把交替波弦练好的话，你也会速度上也会做得比较快一点点。好，那我们来读一下 B 段的乐谱，分镜一下。好，那 B 段从第四个开始一样，可以的话就稍微算一下音哈，空弦音是 E F G， 所以第四个应该就是升 G， 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和声小音阶，好，还原第七音升 G。那这边只弹一下之后，手食指就要放开了哈。第四个，那你有看到底下写指法一，所以就是食指、中指二，然后小指四，然后回到食指。好，所以第四个5 7 4。好，我们现在在 B 段的第一小节。好 ，B 段的第一小节，所以我会唱作 So Mi La Mi Si Mi So。它有点像那种古典速弹的阶梯音。那其实你可以在Slash 有一首歌叫做《安娜塔西亚》里面，你也可以听到类似这种拨弦方式。好，那因为那个咪咪咪很烦，它会一直重复，所以我等一下就不唱了，我只会唱 So La Si So。好，再一次哦 ，So La Si So。好，那所以再来的话，B 段的第二行。的第二小节 ，B 段第二行就会变成拉西哆拉。好，请你们一定要边弹，然后边去算那个位置哦。好，所以第五格是拉西哆拉，然后食指再往下到第七格西哆瑞西。好，再一次哦，七用食指西哆瑞西。然后就不换位置了哈，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小节，哆西哆，回到第五格啦。好，那再下一行第四格，嗦拉西嗦，然后下一个小节，拉西哆西，然后停在第五格，停在拉。B 段主要的部分，那你要去练习那个空弦拨弦。好，那因为还可能会没有听过那个 Slash 的这首歌《安娜塔西亚》，所以我们来稍微听一下好了。你在通勤路上打开 Podcast， 想让眼睛休息一下，关闭荧幕。快转一下哦。
刚刚那个是一开始的是所谓的 pedal note， 就是它会固定在一个音，我们叫中文叫阶梯音，比如说它固定在拉，然后第二个固定在降 C。你会发现右手通常都是交替拨弦，然后他进主歌开始就是，好，就是用空弦音去做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第一个音阶可能要先练熟，然后交替拨弦这部分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练。好，那我们就再把 V 段稍微再走一下，那一样我会弹三次，第一次会是。第一次会是 0.5 然后 0.75， 好，那我们试一下 B 段哦。那第二次试看 0.7。好，然后是最后的结尾。结尾这边呢，你会发现它变成三连音。那三连音其实最大的麻烦就是它的那个拨弦次序啊，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三连音的话，我们一拍只有三个，所以它会变成下上下。那下一拍开始的话呢，你就不能再从上开始了，你就要变成，你就不能再从下开始了，你就要变成从上开始，这样你的右手才会是合理的。好，所以碰到三连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右手拨弦呢就会变成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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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然后最后呢上下上这样。好，这是三连音的拨弦要小心的。那我们一样可以先稍微练习一下，好，所以我们练第一条弦的空弦，我想要听到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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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的话左脚也是要稍微踩拍。好，如果彩排的话，它就变成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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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那做顺了之后呢，我就可以把格子加进去了哈。所以一开始是零零零零四零零五零零七零零八零。那这边的音我稍微读一下哦，我应该会念咪咪咪升收咪咪拉咪咪西咪咪哆咪咪西咪咪拉咪咪升收咪咪拉。OK 吗？好，那这是《狂恋风情》里面的。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牵涉到交替拨弦，我就是对弹的速度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好，那就练练看喽。那我们就到这边，拜拜喽。